当你在制作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，就是一个音乐要先进来啦，好吧？音乐先摆进来，好，我们作业是正式的做法是这样做。好，我开一个新的专案档喽，好不好？开一个新的，好，这是练习哦，所以我们回到 pattern，回到 pattern 里头之后，我们开一个新的空白的，所以呢，空白的，好，进来的时候我刚刚有前两段嘛，对，两句话这样，所以我们用卡通，好，先是空的哦，我先摆声音，所以呢，我们到旁边的地方的。声音的部分先汇入，好，所以我们先增加 voice over，然后把它摆进来，先摆声音，第一段跟第二段开启，好，然后摆进来之后，开场的部分我就用第一段，那第二页就是第二段，这样有两页哈，好，那这一页的话，我们先把声音摆入，所以呢，我放进来后，我们点这里，好，第一段呢先 use，在这一页。use，OK，第一段先进来，好，点第二页，知道吗？好，点第二页，然后呢，我再把第二段放进来，好，一样正确的 slide use，这样没问题了，两段都进来了。那同理，如果我还想要有背景音乐，好，那我们就是再加入音乐档，可是因为刚才已经上传过了，所以我就随便找一样放音乐，然后音乐是从头到尾，好，所以这时候音乐我要降，音乐要降，那音乐在哪一页放无所谓。好，在哪一页放无所谓，因为它本来就是从头到尾都会在。好，所以我们在第一段的时候呢，也会有音乐，听懂哈？来，我们先播看看，这样，了解哈？先把它整个放进来。好，那放进来之后，再来第二件事情是什么？调秒数，调秒数。好，那我可以从旁边的地方看得到，我的第一段进来后呢，好，第一段的声音呢，其实这边可以看到十二。或是你从右边去看原始的那一个档案，你也可以看得到它是十二，有没有？两个段其实都十二。好，所以这时候你要把它的时间调一下下，你看它这边是十二嘛，对，所以呢，我就把它增加11、十二。好，再换下一页。好，这一页的话呢，一样点这，它是十二。好，11、十二，这样目前听得懂哈？OK，那这时候我就会开始加，就是先把物件摆好，摆好后我们就可以听看看，来从头听咯，从一开始的时候播。对，音乐跟它配的差不多。哎，选对食材才，有没有发现？刚好像没有完吧？对不对？选对食材才就不见了。你看它这句话的这边这一句，好播。吃对食材才是关键，香蕉是。没有吃对食材才是关，它只有才就不见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的秒数呢，就记得再给它多一点点，给它缓冲多一点点。这样了解吗？所以你自己要听过，来第一章啦，第一章。那我们给他多2秒看看，从这边听看看哦，从这边。好，播。啊，其实大概十二多啦，有发现？但是你不用接得很急，你接得很急的话，就会让他第一页感觉上声音一断，马上换下一页。你可以给他1到1秒、0.5秒、1.5秒都可以，自己可以大概抓一下。他大概12.5差不多不见，所以应该不会是。大概十二点五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这时候我让他停一秒钟，然后中间有间隔的时间一秒钟，这样就加个一秒给他，看懂老师的意思哈？好，然后呢再往下走，然后再第二个，如果你加了转场特效，要注意转场特效也会吃掉时间，也会吃掉时间。所以呢，我们进来后我就随便找一个不要太复杂的转场特效。好，那你就会发现它的总时间是不是26，对不对？我第一章是多少？14。第二章是十二，所以请问它的转场特效的时间呢？它算在前跟后，所以如果你加了转场特效，你必须要前或后多给时间，不然的话，你的转场特效会盖住你的画面，盖住你的文字，听懂我的意思哈？好，来，我们再听，从后面这边第一章，好，这边播。怎么样？接的就会比较漂亮了，这样会不会？你把你的物件的声音先接好，听懂老师的意思吗？好，先把时间先接好，好，让你窈窕就没了。所以，这一页先不要。第十三我按到了，好，来这个先增加，好，两个，好，save 起来。好，所以声音可以先抓。当你声音抓好之后，你再回头来配画面，其实才是真正做动画的顺序，这样才会是对的。这样听懂老师的意思吗？OK，来。是刚刚你们刚做的，